咱们自己解决自己的，一人一块。二师兄，二师兄，起床了，该上桌了，快起床上桌了啊！这是二师兄的排骨，这是二师兄的五花肉，我们现在要给他吃，直接做烧烤来吃。我叫了叫半天他也不醒，那就算了，让他睡一个好觉。昨天不是吃了小猪的做的菜吗？今天就是核桃爆鲤，就回报一下他嘛，所以做个烧烤来吃。但是我买的肉比较少，你这个肉就太多了。我吃的多呀。这节我拿来给石头炖汤喝。散架了，不管他的。给它切一下，再不就切断，我们才好烤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排骨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？怎么样，漂不漂亮？完美，又如小薇一样的漂亮。五花肉咱们也切，稍微切一下。哎呦，歪球肚，歪肚子。太软了。来点葱，家里种葱就是方便，转头一搞就可以，就是一把。这还是从四川带回来的葱，够了够了够了，省着点，省着点。好，它的就粗一点，而且种的物以稀为贵，所以我们省着点。嗯，好好，这样切一下。葱姜，姜葱、蚝油、酱油、料酒、花椒、盐，我就不搞，不管那个了，不搞辣椒了，就是要满足你的口欲。嗯，其实可以这样的，可以蘸在辣椒面吃，也行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还差的什么没放？这是我爸弄的蜂蜜，采的。刚才差点忘了最重要的，加蜂蜜之后我们都不用白糖了啊，也是美，甜滋滋，甜滋滋，对，又甜又香又美味。我这个呢，这样就腌制好了，给它腌制120分钟，再烤起来，先不管了。已经腌制了2个小时了，现在咱们要挂起来烤。插进去，插得进吗？哎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好，谁下锅烤？这是排骨，排骨，对，一人一串嘞。嗯，我吃不了那么多。你吃不了就不准下班。你看这空间很大，还可以烤很多的，但是烤这么多吃完就够了。盖起来烤，咱们已经烤了30分钟，看一下怎么样了。你看这个排骨，这排骨还早，这五花肉，给它翻个面，翻个面再烤一下啊，这块也是一样的。
来来来，吃吃吃。哎，我操，刚好没。看这个排骨还没烤好啊，还要再烤一下下，还没有熟透。人也没得吃，好，再烤。五花肉我们夹出来了吧？嗯，应该好了，五花肉好了。来吧来吧，我切好了，先吃这个。哇，这个熟。我那要了要了，那装不啊？那个拍这个白色那个。嗯，不蘸辣椒面好吃一点。真的不蘸辣椒面也好吃。蘸了反而不好吃。再搞一把。那吃吃吃吃，没事你吃。这一块还不错。嗯。来一口。开吧，这个有了蜂蜜之后，味道提升一个档次，而且这种烤的话，它不会干巴巴的。你看，吃吧吃吧吃吧。好，上菜，上菜，放在那里边吃饭边吃边喝酒。我先来一块试一下，你看，亮晶晶。嗯，烫，好吃得很。碗喝酒才有意思，那个盖子、那个瓶子的口子太小了。找色的话，一块牛排骨。瘦的我给你，我把肥的吃了嘛。你先挑一块，然后把瘦肥的吃了就行了。你把肥的啃出来，哦，把瘦的啃出来，吃肥的给他。其实带肥带肥的好吃一点。对。不是说我不愿意帮你吃。嗯。菜子回来了。啊。吃了吃了又买生菜了，他们说光吃肉太腻了，要点生菜。哎呀，有点焦了下面。这一人一块就行了。咱们自己解决自己的，一人一块。呀，一撕就。嗯，人谁厉害一点就吃两块，也五块嘛。你来你来，这个你先。嗯、烫有点烫，不然拿包。你那块好像有点小，要不换一块？不不不，就是它这个最外面的才最香，它是一直被烤的。一壶来。嗯。我盖不了。盖不了，你盖掉一半，剩下他帮你盖一半嘛。嗯。来，巴适的很。必须的。哦。小周，你来一块。好。嗯、这块给你。哎，怎么还总共六块嘞？我怎么算错了？来，你的。好，放那。嗯，这根还要烤一会儿，一定要拿出来凉了，先吃，吃完了再继续吃。来，喝水，拜拜。